于田国主，依往听赵佑提起过，赵佑和栾认识，那栾说不定也知道。哎呀，尉迟哥，你还在想浣纱谷那发生的？没有，只是在想画荒可能连通幽界，画荒藏着的秘密，栾应该也知道。哼，我倒要看看，这所谓创世之秘里到底都藏了什么，能一代代牵扯，至今不得休。那我们就去找栾了。平日不好找他，但这个时候依依知道他在哪里。汤谷殿神出鬼没的，怎么找他？算着时候就能找到了，反正朔月就要到了，到时候汤谷殿肯定得找地方降下来。去西影滩找，依依能在那水面上看见汤谷殿落下的位置。阿路，如果残魂都汇聚在浣纱谷地，那幽仙子的残魂散落在冥界，又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对哈，但是幽皇那家伙好像也不算是生灵啊，不算生灵。哎呀，悠悠，你别生气啦，依依没说他不是人的啦。四象门，这怎么还搞到一起去？于西，你还活着？你竟然还活着！你们，看吧，我们给你的消息可不会错。你们的仇人如今可是死而复生了，玄冥教的人可没告诉你们这事儿，他们把你门派当狗，用完就踹开。你想也知道该相信谁，我们如今得团结，先清除这些祸害。秀法，哎，安罗密的秀法，你急什么？头发不是在你身上的吗？啊，是秀法。秀法，你懂啥嘞？俺以前的秀法可比现在多百倍。那可否言明现在你的秀法都去何处了？又有何法可令你的秀法重生？嘿，都是隔壁的赤魔嫉妒我这祖传的秀法，骗我喝下毒头汤。不过，只要我接受寻回失落的秀法，我便能将他们悉数接回。没，那还不容易？你没留着你那些掉下来的头发，不是秀发吗？哎，你懂啥嘞？他们的秀发不有禁发，若是由自己拔下，落地可成尸鬼胸囊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那若是因人算计而落地，是否便不由你控制？哎，你们懂啥嘞？啊，不对，还真让你说对了。现在我那些秀法变成尸鬼，正逃走呢。没，那怎么办？直接把他们打死，会不会等于把你的秀法也毁了？这就需借用冥魁之力了，借助冥魁将他们击晕，再以术法将他们变回头发就好。也不能让他们突破此境，否则又将徒增祸害。好，这边都这样子哦，就是攻防战啊、攻城战之类的，你这是中明魁了哦。好，就这样。哎，你们跑啥嘞？还不是要回到我头上？这边是你的头发了，好生留着吧。是秀发，秀发。如你这般天真也好，起码头发掉的倒是慢些。据我所知，你这头发若是自然枯萎，那便只是头发了。什么？还有自己掉秀发这等事？多少人为苍生劳心劳力，不过换个这青丝日渐疏稀而已。要么说你们忙啥嘞？自在逍遥，无忧无虑。若无人负重前行，他人又怎会自在逍遥？告辞。阿良，四象门的人和我是不是有过节？这其实和之前的你，叶老贼之前提过，
说你家的仇牵扯甚广，朝廷、四相门都有参与。其实，在浣纱谷地的时候，你也瞧见了，多半都是石人公的算计。就算是石人公的算计，总归这四相门也是参与的。小龙，你曾是四相门的人，我好像记得你曾提过这么一句。没错，姐姐，你是我妹妹。当年余家灭门，你四相门掌门收养了我，老掌门待我很好，他既参与我们家的灭门之案，没有，至少动手的人不是老掌门这些老贼，但他也必暗中谋划了。即便他收养了你，目的怕也是你的身份。姐姐别说了，反正我没感觉到老掌门又想利用我罢了。他被四相门现在的西掌门害死了，此事也算就此了结了，也免得日后恩仇难辨。只不过那四相门里不一定还有什么人牵扯其中呢。理由幽谎于你而言是什么样的人？伴我长大的人，除却有时会苏醒的见识之外，唯一会和我说话的人，其实他是个忧愁的人。忧愁？怎么说？我记忆里的他很温和，不愿将自己的意愿凌驾在他的意志之上。他曾说：“生而不由，为而不是，长而不宰。”理由，会说这话的人，幽皇，你记忆的幽皇，每天都在做些什么？除了打新鬼刻盘的主意之外，有时候和一个人发呆，去一个地方待着，那处是他唯一的禁地。我曾偷偷溜进去过，只看见一个人，惟妙惟肖的人偶，和九阴那般的不同。他常守着那个人偶，他一直都要为那个人偶找魂，所以开始。你招出往昔之人，他其实是不愿杀你的。但我记得你曾在月牙泉边说过的，说他变了。是啊，我甚至不知道他何时变的。我一直怀疑是他那些残留在冥界的残魂带回了他的记忆。开始呢，我边找科盘边寻他的那些残魂，消除那些东西。后来我发现玄冥教徒还在寻找那人偶的残魂，我那时候总有种不妙的预感，他会渐渐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似乎确实如此，至少我所遇到的幽皇与你所说的不是同一个人。是啊，他渐渐就变了，那吞变的混沌化力之气侵蚀了他，机缘巧合下他又真的到了冥界，此后一切都真的不一样了。玉慈，你说的那冰魄桑囊，他还能看守图腾，我倒觉得他自己那火头都特别能成图腾的。哈哈，你说的还真是。那头顶上的火苗，不知道除了照亮还有什么用。小不点能拿来烤鱼，鱼西现在怕是得拿去钓什么小妖。我找阿露三娘去，说不定找个合适的时机下手。走来试试。露，我觉得姐姐不喜欢我。姐姐回来的明明是妖魂，却没有长脚。这证明姐姐不喜欢脚，那自然也不喜欢我。没，你说的有道理。骚龙姑娘有没有想过，于西是受躯壳束缚？不能长脚，有道理。若是如此，那姐姐就太可怜了。不长脚有什么可怜的？不行，阿露，我要把我的脚分一半给姐姐。你找阿露有什么用？
他只会把你的脚给吃掉吧。我们一路都遇见妖魔，都已经算幽都境内了。环神山坍塌，怕是引发了什么事儿。这里怕是也被波及了。便是当真有所波及，也碍不着这些小妖什么事儿。这些，估计是冰魄三郎提及的叛军圈养的走狗。妖魔一路尾随，我觉得是盯上了我。妖魔总被力量吸引，吞噬力量是本能。姐姐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嗯，你是认准了这称呼了。嗯，没错。免，鱼姐姐，你不喜欢姐姐这个称呼吗？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啊？理由，你说剑士苏醒时，那炉火苏醒的时候呢？你继承他父神，你们都不说话的吗？说话，都是他说，我听着。炉火，若算是人，那是什么样的人？一个可怜人吧。他是尊神，但却是眷主炼化而生的神。他明明有那么强大的力量，却被眷主之念所缚。他时而以为所言所谓皆是自己的意志，我却看见了眷主的意志。因为炼化而生，所以实际上是眷主创造了自己的神。是，我觉得是这样。阿露，你有句子吗？借我用用。没有啊。小龙要句子干嘛？脚很久没有修理了。没，这还用句子啊？依依的牙很锋利哦。你要多带，我给你修多带。嗯，也行。他们要做什么？我觉得依依可能想尝一尝。理由，一直想问你，这古鞭很特别，什么来历？可有名吗？没名字，就是兵器罢了。忘了是从什么地方掰下来的，用着顺手便留了下来。罗喉骨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想的不是，否则父神何必来寻自己的身躯？玉尺。十人俱怨气，引当世之魔入幽影，可保当世时灾消除，以致下一劫时至。又提这句话做什么？只是刚想起了幽界的一些传说，日食的时候天幕洞开，是为了引走冥界内的怨气。如果鱼戏猜测无误，那幽界遍布幽影。哼，如果是真像鱼戏说的那样，那我幽界就是冥界抛垃圾的地方。当年我父神会应了此事，为的怕是想叫眷主离开无序幽界，结果呢，哼，却被驱逐。女娲见天幕隔绝幽界，却又以日食之机洞开天幕，将怨念扔往我幽界，背信弃义。抱歉。不用抱歉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好好活下去，玉慈，千万好好活着。你死了，那所谓的引当世入魔，引当世之魔入幽影，我又见，不知道，当会如何？于西，实在的事情，虽然不知道现在的你是不是还在乎世间实灾，不过既然你曾经在意过。我就还是和你说清楚的好。嗯，你说，幻沙古历那中那碑文的幻象你也见了，据说是引当世之魔入幽影，便可保当世实在消除。那是这世间的实灾，与我幽界的幽影就根本没有关系。嗯，你来自幽界，却一直不知道这事，那为什么又能操纵时？这我能操纵只是因为法咒，法咒却源自幽界，但我幽界之中却也无始。
嗯，这倒有趣，我得想想。这里，这岩壁上的标记，莫非有康平斯的人在这儿？小不点儿，以前没注意，但现在你看这式样是不是和鸾的脚一样？没错。雨韶荣。嗯。我们监正有请。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难不成那山崖上的房子是你们的？幽姬有所不知，康平斯自南唐后便隐于化荒之境，承蒙古神庇佑，并妖魔两立。哼，虽然今日之事，世人妖魔不分。古神，应该说的就是鸾吧？康平斯的标记和鸾的脚真的好像啊！但是鸾怎么从没告诉过我呢？凡有此标记处，便为康平地，在我康平斯结界范围之中，寻常人莫说进来，便是看，都看不见。诸位，到了。哎呀，你找我们有什么要紧事儿？我们要去找鸾。诸位，看你们来时的方向，想来你们便已寻到赵佑尊上所提的幻海沙碑，知晓了当年石轮宫之人留下的视线。免，你找我们就问这个，我们还一头雾水呢，你要不一起找鸾问问？幽姬，试问你觉得如今的斋女如何？大坏蛋啦，鸾就说她德不配位。那雨韶荣如何？嗯？你们想找的人是我。既然你自己站了出来，那我们便打开天窗说亮话。诸葛爱得祭魂，却未得历代斋女包容天地心，还命途于苍生之意，德不配位。斋女一则本也并不该落于他之身，斋女真正的人选本是你双魂之人，但你却不愿抽去体内另一魂，即斋女之魂。如今还神鼎既已开，想来能将你和那被抽出的魂重融，再以斋女之祭魂融合其一，那样你就是新的斋女。你们什么都知道。当年我家被人灭门，留我一命是那幻花剑派叶老贼的意思，还是昔年赵佑尊上不欲强求，但而今看来，神雀宫之位不可落于诸葛爱之手。且慢，有一事想问。昔年余家灭门，你们可有参与？此事与赵佑尊上无关，是我等想借石轮宫之手而为的权宜之计，但你却在此之后不知所踪。如今既找到你，那现在你该承担一直逃避的命运了。咩啊？你们这样和神雀宫和石轮宫又有什么区别？一般姿态，道貌岸然之辈。既然如此，想必是不用留着你们性命了。于西，我们先保护雨韶荣姑娘离开，就从那处杀出去。雨韶荣，你是走不掉的，束手就擒吧。小荣，你快走，一一来断后。哼，要追就从本幽姬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幽姬，斋女之祭魂所知甚广，昔年女娲为抹去多少创世之秘，才借口利用皇帝发起山海光明一战，将化荒永绝于光明。你知九黎一族多少苦难由此而生，我等需弄清创世之谜，才可决断这一所谓的天命。何况一路而来，神雀宫对你们追杀不休，如今只要他继承斋女之位，神雀宫连同许多门派想必就能。别再说了，
这是人家自己的意愿，你们凭什么把这些东西强加他身上？我问你一句，这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栾的意思？我自己，但这事对你们也有益处。免，闭嘴吧你，玉芝哥，我们走。你怎么了？一个人在这儿看什么呢？看那处。哪儿？啊，那处是什么？就是你说过的什么观天台？嗯。那有什么好看的？阳光。那其实是九黎一族渴望许久的东西。虽然这段记忆早已在山海光明后漫长的时光中为他们所忘却，我等康平斯人献魂融于妖，非九黎一族亦也非妖，无归属亦无家，天长日久为世间康平，守得平衡，也为守着一段记忆。唉，不说这个了，公主想来听得无趣，公主来找在下。哦，见你垂头丧气一人到这儿，就找来了。在下只在思索往后之事该要如何。什么嘛，无聊。哎，你是事情没办成？但皇城司里密卷记载应该没错啊，当年被四象门收养了的就是那后来被赶出去的羽韶荣啊。是他不假，但他却只想自己，竟不愿继承斋女之位。嗯，不过换我估计也不愿意，谁也不想好端端就被换了个心子，想想就怪难受呢。人之生如何能只关己身安危啊？那是因为你不是人。公主说笑。没表情不会笑，说什么笑？你怎么这么无聊？哎，你为什么非要得到斋女的记忆啊？斋女的位置有什么重要的？此事在下说了，公主也不会明白。你不说就知道我不明白了？哎呦，说嘛，正好陪我逛逛画荒。你答应了的，带我来画荒，难不成打算就这么把我晾着？喂喂，你别走啊！在下正等公主出行呢。依依，这边应该是，这边应该是依依，哎，哦，于西，哦，没事没事，对不起，依依，康平斯，是我想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什么，为什么不去问鸾？鸾好像从来不说这些的，比赵佑说的还少，有点其实不怎么想和鸾说话的啦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不喜欢鸾啦，鸾不是九黎族人。算摄政王啊，反正差不多就是这样啊，总归没人喜欢摄政王。赵佑曾说过，鸾其实很久很久以前就来画荒的，但他后来一个人又离开了画荒，不知道做了什么去。在后来上一代幽姬出现之前，他才又回到画荒。嗯，对了，那时候他没一直犯困啦，甚至不要睡觉的。再后来呢，就是依依小时候啦，据说那时候发生的政变，几大长老想去找丞相降下消失的赤焰渊，认定了鸾带来了什么人，藏进了赤焰渊。他们好像还敲什么石碑，好像还想抓依依去，反正鸾就很生气了，就把好多人都从幽都里赶走流放啦，就是很招人怨啦。但康平斯算是鸾的属下，反正找小龙的事情肯定和鸾没关系，按我对鸾的了解来说，鸾也就会给他们提供庇护。鸾才不是别人以为的那个样子，他很多时候都一个人默默扛着，他只是不善言语的那个。阿鲁，你好像心情不好。没，哪有？有啊，其实还不止这些，好像从环神山探探开始，你就一直有点心事，只是你一直在试探，表现得和以前一样。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啦，那有什么不同？再说了，反正说来说去，你还只是依依家乡的事情，告诉于姐姐他们，
也不过让他们徒增烦恼罢了。要么你说给我听呢，我不告诉玉慈他们就是了。哎，那是画画那些神神叨叨的毁灭的传说啦。本来依依是觉得没什么了，但之前瞧见的冤兽赤焰渊又重出现了。哎，和赤焰渊有什么关系？就是70多年前的那会儿见血复活的蚩尤嘛。之后蚩尤被天雄门斩杀，但魂没灭，沉入了赤焰渊中。蚩尤复活在花荒可不是好事，而且依依突然想起来，蚩尤就是双魂。哦，这边讲的很重要的事情哦。那是交代神魔之恩传后面蚩尤的事情。OK， 好，这边就这样子吧。你说如果不是没有玩过神魔之恩传的玩家，这一段话就没有特别的惊喜。可是对我来说，这段话是很大的惊喜耶，是很大的彩蛋。那这样放到这么后面。没，看你这慌慌张张的样子，难不成让人劫色了？仙子出笑，仙子出笑，我这只身哪有人看上？哎，是我不慎火，我不慎火被偷了，我们这一只就这一缕圣火，若是找不回来，全族的性命都得丢了。一个火苗，你怎么就偏说是被人偷了？我看没准是熄灭的，说不定。哎呦，这就是你有所不知了。我诸圣火乃是上古之石，绵延至今，未有任何东西能将之熄灭。况且，我们还特意为其打造一枚金盏，用以护火。献上金盏圣火，内容消失，绝对没有别的可能，定是被人偷了去。仙子，你们身手了得。一侠肝义胆，仁义无双，必定不会袖手旁观。我这就带诸位回我族居所，踏情况。天荒荒，地荒荒，列宗列祖，快显灵！喂，不是我们还没有说要帮？没，你这是把我们传到哪里了？好像认错这里了。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下蛋自己送上门，正找你这火苗精呢，结果自己送上门来。你们几个怪模怪样的丫头小子，大爷我今天开心，饶你们一命，速速离开，既往不咎。在这地界，你一个小妖也敢对我这样放肆。突然觉得这金童的姑奶奶好帅啊。仙子们，我可以借地脉之力让大家离开，还请你们保护于我。欢迎你，明天你列祖列宗，快些你。早晚抓到你们。完蛋了。哭有什么用？谁招惹你，打回去不就得了？你当时半路打劫我们的那股劲头去哪了？郑罗摩也是父亲一直刺我的手下，他们一直觊觎我族心系之所，但因我的反抗顽强，他们一直未能得逞。可我们燕宁生命系于圣火，圣火不在，我们头顶的火苗，我们头顶的火苗苗也会受其影响，逐渐衰落。此刻罗摩出现在这里，就说明，赤魔已经救我们村子。我的小娃娃啊！行了，别哭了，不就是想让我们帮你打赤魔吗？我们帮你还行不行？在下就借地脉之力等诸位上山。喂，您等。
是你，你快帮帮我吧。免，竟然有人能认出伊是幽姬，太好了，看在这份上，有事尽可给依依一一道来。哎，画荒的人与我们语言也相通，竟能有这等事。那小不点这话说的颠三倒四，莫非是栾没教好？突然有些怪人到了我们寨里，还想动我们寨内的风石，说什么能用风石引出的地脉灵气合拢天幕。我好歹念着他们不懂风俗没动手，好声好气和他们说了风石不同于冥界大宅子前站立规矩的傻把式，结果呢，那些人就是不听，还和寨里人打了起来，我们不敌，没能保住风石。你可千万得帮帮我们，风石是支撑寨子上下的岩层的，他们若是动了，那寨子可得塌了。免，竟有这等事，依依这就去看看，替你们主持公道。雀公，刚听寨民说起什么天幕的时候，就该猜着了。你们干嘛惦记人寨子里的风石？哎，貌似风石就是上古法阵。哼，真是冤家路窄，要不是你们降下那幽城，我们才不会来动这法阵。切，说来说去，反正都是你们有理，这种孩子式的告状对我们来说可没什么意义。就是就是，反正我们不会让你们动这风石的。见识领命，事情解决了，依依不会看着你们被欺负。真是太感谢了。这位姑娘，我有点好奇，你们寨的这风石是从哪儿来的？这位公子想必不是九黎子民吧？风石呢，一直就在我们寨子里，而且不只是我们寨，幻海周围很多寨子都有风石呢。幽姬想必也和你们说过吧，画荒内许多地方都不稳定，时不时这崩解那抬升的。但我们发现有这些风石的地方却不会这样，所以我们这些远离幽都而居的族民就都选有风石的地区建立城寨。那为什么会叫风石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一直以来都是这么称呼的。理由，你觉不觉得这风石上的纹路有点像上古法阵？你也感觉出来了？不是像，是完全一样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花花整枚所称的这些风石其实就是上古法阵。哦，看来画荒定图的语言水平差距还真大。玉慈，幻花剑派他们和玄冥教来往的事我是不知道的。知道你瞧不上的。喂，我是真心诚意和你说这话呢。知道了，都过去的事情了，何必再提起呢？这附近可一点声息都没有啊。血腥味，这里好像今天一场杀戮，不过还是不跟那胖贼说了吧，免得他要哭哭啼啼的。也不知道族人们都怎么样了。小花。等等，你先别急，我们在这先看看情况。玉池两一行躲于暗处。骨头还挺硬的。话说，你们布下的那些阵法一共几处，都在哪里？只有一处。在哪？在你的坟头。好厉害的一张嘴，就是不知道我这一巴掌下去能不能让你这嘴脸开花。畜生，不许动小花的脸。小花，我来了。傻，你快走。呀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冰魄桑南吗？怎么来就小情人啊？你们这些杂碎，只会称的自问罢了。若是我族生活还在之时，你们可敢如此放肆？
趁你病要你命，这话你没听过？对敌人的宽容，不就是对自己残忍吗？你，冰魄三郎，你这家伙，打劫不行，传送又不行，怎么连骂人都不行？哦，你又是哪个？你问依依，依依是你的姑奶奶。小花，你们别怕，这些都是我的朋友。他们身怀绝技，绝不会让这般妖物伤你分毫。怎么都变成你朋友了？那是我兄长，诸位一定要帮我救下他。就好像路上颐养天年吧。这句说的还不错。啊？怎么是你？小花，你的火苗苗怎么？或许这就是命运吧，能和你最最后一面，我心甘情愿。小花，你放心，没事的，一定没事的，我马上就会找到圣火，到时候你的火苗苗就会重新燃起的。要找那圣火，你有什么线索吗？线索没有，但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对象，有可能是那银龙的皮包、骨头的麻杆。他们整天都在想方法，设法的补脑子。那是拿我们的生活，说不定能补一些脑子。我是狂魔，那家伙一直都想要个身体，生活兴许就隐藏着化形的秘密。对对对，还有前几天和市长干仗的那些鬼模鬼样的家伙，那家伙一看都不是地界的人。我却非地界的人，但一向做事光明磊落，哪里鬼鬼祟祟？怎么是你？你怎么来地界的？哎，还不是师傅那本破书，我那这一番剑，一台新的机械，一时冲动便造了出来。谁曾想这破玩意给我弄到了地界来？既然不想来这，为什么不回去？我回不去啊！那急凑所需的材料，我在地界一件都找不到。哎，仙子们，认识这个小子？算是救人吧。哎，对了，火头怪，你们圣火我兴许知道在哪。啊，真的。幽姬，总算是找到你了。妹啊，找我干嘛？这话问的甚是愚钝。你们九黎族背信弃义，与我妖族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你既是幽姬，那这仇怨免不得是要算到你头上的。动手抓住他，拿他去和鸾谈条件，化江而治。阿禄，你先走，我们掩护你。行李大人，那些妖失败了，没能截杀幽姬。本来也没指望他们真能有什么用啊，造反造了几千年都没成功，哼，自己族内部还时不时内讧。大人这是想利用妖族拖延时间，不想幽姬找到鸾，你觉得呢？这个属下不敢妄自猜测。这回答倒是讨人欢心呢。接下来的事情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，我得再去看看鸾了呢。陆昭一啊，你会找鸾问什么呢？你知道你将会走向何方了吗？我真的很好奇呀。冰魄桑的，问你个事，你之前说妖族……没想到你还对这事感兴趣。那咱还是给你讲讲。话说老早以前，九黎族被人族猎人到地界，这刚到的时候可以说是人生地不熟，两眼一抹黑啊。既没有安全的住宿，也不知道什么人吃人喝，就在万般无奈尽绝望的时候，妖族出手了。倒也不说是妖族这帮家伙全是好心，他们心里只看也是看上九黎族的公义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为难之际伸出援手的的确是他们。妖族陷入九黎脱困，
又帮其在这个地界扎下脚跟，再加上都是难兄难弟，一有来去之下越走越近，干脆一合计，要不咱们在这个地界组成立国吧。哎，说干就干，这九黎与妖族合力一处，没用了多久，自化荒的荒野间就诞生巍峨的幽都啊。可惜啊，这妖族还没在城里住乐乎，就突然被九黎族来了一场突袭。哦，你不是说妖族和九黎合力一处了吗？怎么还会？哎，就是夫妻俩相处久了，还会两情相厌，两生深厌，何况两个习性本就天差地别的种族呢？本就毛毛碎碎的摩擦，只是一强一弱压制住而已。幽都成立，九黎族想在地界扎稳了脚跟，再加上妖族族城损耗巨大，一二来去之间，双方形势颠倒了过来。一人鼻息的技术客终于有了权力，你说会发生什么事？妖族败北，被深深逐出幽都，逐出幽都还不够，九黎族干脆把他们驱赶到这地界最荒凉偏僻的边缘，达到这九黎便是和妖结下的死仇。其后虽说不少妖族就此认命，但也终于还那么些不甘心的一直琢磨着找个机会夺回幽都。这么一来二去的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扣子越结越死，到了今天嘛，也算是世仇难解了。也到了化荒，是幽先生让你们来的？什么幽先生、左先生的？你说的莫非是左右二使？李幽，此人所说可就是玄左和右传？哼，他们怕是连左右都未见过，不过底层较重，你们何必来送死？哎呀呀呸，什么底层，我老大虽不比左右二使两位大人，可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玉面小罗刹，北进斋。这阿良，哼，知道怕了吗？什么猫猫狗狗？哇呀呀呀呀呀，兄弟们，宰了他们，叫他们有眼不识泰山。小不点，为何你们荒荒之名会叫那些石碑封石？没，这个一还真知道，以前听过一个长老说，这石头年代久远，来历不明，名字叫什么的，做什么用的，早就没人知道了。不过据说创造这些石板的人叫封石，为了好称呼，大家都管这东西叫封石了。封石，封石，还真是直接。封石难道是？阿路，你刚才提到那制造风石的风势，可是叫做风里西？没，你只知道是风势，是西还是东就不知道了。悠悠，你说那什么西是谁啊？蛙皇。没，悠悠，你肯定猜错了啦！你忘叫我们九爷赶尽化荒，我们怎么可能还崇拜他的造物？时间可以抹去很多东西。阿路，就像你说的，风石的用途名称早已 无人所知。那又有谁能确定这东西一定不是女娲造的呢？哎，阿路，你去干嘛？把那些风石都拔出来，换成鹿石。你盯着这水面，能看出炭谷殿降落的地方。莫非你的金瞳所见与我们不同？不知道啊，没想过这事儿哎。不过雨姐姐这么一提，好像还真是这样啊。阿路，那你找着位置了？嗯，就在。等等，你们都先别说话。嗯，为什么？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？哪边？究竟是哪边传来的？一池，你怎么了？有个声音在和我说话。啊！一池。我们聊聊吧。你不是原本的那个怨念寄生体？残魂、执念，都是冥界生出的魔，我当然也在其中。
你这回你是幽皇？如今或者我们该换个说法，幽皇是谁？余处幽皇兮终不见天，路险难兮独后来，听过吗？出自山鬼。然后呢？你想说什么？幽皇这名字其实是离幽给我起的。风飒飒兮木萧萧，思公子兮徒离幽啊。离幽？山鬼的最后一句啊。我苏醒后记忆一片空白，我不记得自己名字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但我心中有恨，无限的仇恨。我记得自己定要找一个人，记得自己再度跃下深渊，但我记不得要找的那人究竟是何模样，是素发红眸，还是声润如铃？那人是与我身侧持剑长立，还是一晚的明月一寒？我甚至分不清他是等我千年一朝诀别，还是我亲手所杀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我是黄甫深，我是夏侯仪，我也是季氏霍雍。尉迟，快醒醒！呵，我看见幽皇了，他刚才在。我啊，就在这里呢。幽先生，不出所料，你果然和他们在一起。此前赤练还说你会与进入化荒的罗侯平体在一起，我就说不会。幽先生，不出所料，你果然也来了化荒。怎么，你残留的记忆，残留的魂，难道还能在化荒之内？还是说，你觉得那让你恋恋不舍的人偶的魂，散落到了这里？啊，倒映了诸天星耀的地脉流转，生死逆旅，天地二脉构建的轮回中，如今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？尉迟，我从不是你的敌人。免，胡说八道。事实就是如此，幽姬你也一样，我们大可以不必如此。哼，鬼才信你。既然这样，那么尉迟，看来我得自己动手来借你的十轮之力一用了。嗨，圣女，你要他的十轮之力做什么？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我本不欲如此的，圣女啊，这回我不会再饶你一命。这是什么？幽皇的残魂。免，残魂？那他这是怎么回事？打一架就到处掉魂？难道说是因为幻海之下传说是黄泉，这会儿靠得这么近，他这种不知道算什么的东西被影响切片了？哎，尉迟，你怎么能出现在这里？哼，这是我的力量，我来只是想与你谈谈合作。合作？你想太多了。我虽降下幽城，却不似你想毁灭冥界。我想毁灭冥界了？开什么玩笑？我苏醒后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为了一件事。
我要挣脱命运的束缚，掌握自己的命。什么罗侯，什么女娲，不过都在将我、将我们、将世人当作提线傀儡。即使，罗侯创命不过谎言，否则为何我也逃不过这天地轮回？尉迟，你知道吗？幽城降下的那一刻，我缺失的记忆回来了。你知道天地初创的秘密在哪里吗？难道你是说幽城？正是，但我进不去。即便当年的我也从未真正进过罗侯城，我们所见不过齿轮技巧。真正的罗侯城是倒影，嵌套在那机械之城最深处的千魂黄海中。而今那机巧幽城已毁，若要再入千魂黄海，要么重造机巧幽城，要么就得找到藏在创世秘密中的入口。你认为在画荒？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你姓尉迟。你知道吗？当年告诉我地脉所在，告诉我如何借地脉与星耀之力升起所谓的幻城的人，是于田国主。于田国主血脉？于田国，国姓尉迟。你爹和我约定过，也和很多人约定过赌约，没人知道他到底想做什么。他曾以为他骗了我，不过看见你，我就知道他已经输了。他大抵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血脉留存于世间，大抵也从未想过你还成了时轮祭体。你想要我做什么？和我一起找到画荒的秘密，我们不必你死我活，我们大可以握手言和。尉迟哥，快停下来呀！他和你说什么了？别听他的，他都是为了夺取你的时轮之力。圣女李一幽，果然还是你了解我。尉迟，记住了，世间之怨不消，我便永世长存。你刚才念念叨叨，究竟在和谁说话？时轮的祭体，你难道猜不到吗？你究竟是什么？我体内的混沌能让我能与世间怨念相通，这想必在你们意料之外吧。难道说三皇劈开混沌创世之时，混沌之初已有生怨？恐怕这世间在诞生的那一刻起，就已有自己之思，自己之念。他诞生之初便已不甘被塑造，他想要自己创造自己，他想摆脱这些所谓的造物主，他想要将自己的命运捏在自己手里。堡主，你既已经想起了那些过去，那现在这缕祭魂你打算怎么办？你要是没想好，不如给我。我总算知道了那个秘密，如何才能造出那等栩栩如生的人偶。拿走吧，现在我要亲自动身去画荒，去见见鸾了。阿良，在吸引他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看见什么我和伊都看不见的东西？基于我体内的天地之愿，好像能和幽皇连通，又或者幽皇似乎能附着在怨气里。还能这样？那他岂不是随时都能窥视我们的行踪？应当不能，否则他找人占尽先机，不至于是现在这个局面。我不过是奇怪，幽皇究竟是什么，为何能附着在天地怨念之中？尉迟哥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之前那幽皇神神道道和你说的话就别想了。实话说，我觉得他的怨愤其实有道理，
没。哦，为何？反正那感觉，我懂。那无力的感觉，我也有。唉，所以世人才言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藏而不宰。没。幽皇为何在找路口？幽皇也在找幽城路口，他难道从没进去过？李幽，你难不成也没进去过？没有，只有太虚玄穹那处漂浮在茫茫幽影中，在幽界根本无法见到幽城。曾听眷族说妻子早已分崩离析，我也是那天降下幽城时才头一回看见，也不知是何种力量又将他拼凑出来，从天幕中降下。哎，那不是百年前还有人进去过？那天看见的幽城毁成那样，都和没了差不多，就是几个飘着方块都没连起来，怎么进？就是真的有人进去过，那也是百年前的事，谁知道这中间又发生过什么。我该走了。不行不行啦，悠悠，你又是要找那个幽皇？不，我来画荒本就是为了寻父神之躯，好练习念见识，能得到长自身躯壳，寻他想寻之人。但幽先生如今入画荒，我怕又起变故，我得回去重组玄冥教，多些差使的人，也好尽快找到父神之躯。你确定罗侯神真正复生，不会灭世？当然不会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父神不过要个公正，这世间亏欠他的日后自然得还，只不过究竟何人偿还，哼，总归轮不到冥界这等人伪宿命宿父的放放众生，你们无需为此担忧，便是来日。但李佑，随你心意去做想做的事吧。李佑，明日之事交由明日决断，你我同行一路，我只望你得偿所愿。谢谢你，于西。那李佑，改日我若再见了玄冥教，怕是不知道是敌是友了。